要你要去医生照一两下，不然现在就先小白。谁让你进城分院的跟小管，但是没观众朋友晚上好。好，今天晚上32要即将收最后一次，收这边的垃圾，8889办32，所以将在7点27分来。再过4个多钟头就迎接2021。2021年的第一天，一拍一分10秒，那明天元旦冷空气就会减弱，然后明天气温会回升个几度。好，板桥这边的气温是10度，10度的低温，所以板桥明天再回升一点点。好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。
好，889的33人摄影结束。现在吃拜热身是明天的，明天晚上7:25，哦，是2020年到那个32的热身哦。下午是第一次，哦，晚上是第二次收这边，那也是我2021年第一次拍332。好，好，那祝各位明天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谢谢收看。